激情是生命之盐，有了它，生命才显得有滋有味，有声有色，没了它，生命陷入没滋没味，无声无色。然而如果人际关系，无论是爱情、友情还是亲情，过于炙热，过于浓烈，过于粘稠，也会变得危险、脆弱、岌岌可危。例子太多，太经典，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关系是可歌可泣，激动人心的，可惜结局都不太好，是伟大的悲剧。现实生活中，如果陷入对某人的激情迷恋，也像涉险一样，因为对方不一定会有回应，或者同等程度的回应，于是就会导致焦虑和痛苦，正是所谓痛苦内在与爱。如果人陷入人际关系过冷的状态，也是不舒适的。穷穷竭力，形影相吊，与周围所有人都没有关系，没有灵魂交流，时时刻刻深切感到人生的孤寂。虽然没有来自他人的烦恼，但也没有来自周边的温暖感觉。除了那些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真正灵魂丰盈的人，他们不需要与人交流，就可以独自享有有意义的生活，可以在山中的小木屋里独自修行，独自思考，独自研究，并且成果斐然。一般人到达不了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境界，没有一点温暖亲密的人际关系，难免会陷入孤独、寂寞、自怜、灰暗的地狱。我愿意自己的人际关系就像这初秋的海边风景，不冷不热，不急不躁，心如止水，波澜不惊。无论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，都是温暖的、平和的，相亲相爱，一团和气，似有似无，可有可无。当然最好是保持温度，保持平衡，保持终身的，既不争吵，不生气，也不依赖，不痴迷，既不夸大，也不缩小，既不过热，也不过冷，刚刚够保持平和的温情。双方都没有过多的要求，不要求一直保持激情，求同存异，求乐避苦，合则聚，不合则散。相信这样的关系是最美好、最养生的，只为人带来快乐，不为人带来痛苦。就像这不冷不热的天气，让人感到舒适熨帖。